众所周知，超体对抗除了角色技能以外，还有一些加 buff 的插件，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下手的目标。今天挑战升级三个最没用的插件之技。简单解释一下，就是浪费一些时间捡金元，然后进行无意义的凡尔赛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实话我就不说了，超体中心间可太热闹了。陈兄弟手速够快的呀，才落地就捡到不少东西呢。浅浅回了口血，这兄弟也该回来了吧。哇，我这栋楼咋这么多火箭小子，一队不是只能有一个吗？哦耶，那你们得帮我数数，今儿超体中心来了几队人呀。隔壁的战火尚未熄灭，下面的脚步响。OK， 今天十三杀拿下超体中心之后，暴风吸入了一波金元，终于顺利来到满级。接下来就到了今天的重头戏——升级插件。它是这样的，蓝色插件的功能比较基础，这个 Peace and Love 就是比较没用。老三孤家寡人一个，我的队友我的 Love 直接秒选，好吧。乘风破浪，意思就是不游泳就没用呗。刚好我不会游泳。我们火箭小子一个飞跃108000里，横跨太平洋。这紫色插件着重于免伤和恢复，不战斗就回血，那它并不能提高战斗值的上限。我可以不回血，但是不能不战斗。这么看来，保持冷静是真的没用。好了，我的三个最没用的插件已经选好了。好巧不巧，楼下就有金色插件。走，咱们去看看金色插件有啥拉胯的可以用呢？点射加伤害，火扩容。Doing crazy dreaming.
们避避雷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一键三连哦。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喽。